我可以了解他，我非常同情他了。你看他喝醉，然后这么难过，这么有点发疯，谁不会发疯啊？我也快发疯。夏克利最大的一个痛点在哪里吗？法官给了王家谦一个东西叫做保护令。这个保护令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不准夏克利去讲任何有关官司还有小孩的事情。看到那个王小飞，他那次喝醉，然后去警察局，然后大家都欺负他，说：“哦，你看他是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什么。”我可以了解他，我非常同情他了。你看他喝醉，然后这么难过，这么有点发疯，谁不会发疯啊？我也快发疯。